不会离开。放开我！好不容易抱上，让我多抱一会儿。放肆！君做的女人你都敢碰，是不想活了吗？君做的女人，君做的女人来敲别的男人房门干什么？嗯？你这种女人，我太知道了。只要可以风流快活，你还管什么君做？你点子勾的仙人藤，全茶城人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怎么样，给你试试？陈殿总，告诉你，姑奶奶我自己看得顺眼的，我自己就是一根仙人藤。嗯，我要是看得不顺眼的，你这个破玩意在我这儿就是一根烂绳子。你自裁吧。当时杀了谢飞也没有用，天下已经是共产党的了，变不了天了。给我住嘴！如果不是因为你对党国三心二意，不是放过那个穆建臣，茶城我早就拿下来了。你没有看到那些妇女和孩子们，他们宁可集体拉响手雷自杀，不愿意接受你们进城。没希望了。你现在不光这身皮是解放军，你的心已经变成共产党了。好，我只有代表组织毙了。玉林，放弃吧，咱们走吧。待我离开这，去哪儿都行。你去哪儿，我跟你去哪儿。就算我能放过你，组织能放过我们吗？我们走到哪儿，他们都会找到我们。这条路就像射出去的子弹一样，回不了头了。咱们总要试试才知道。这次暴动是失败了，但是总算在茶城打响了广西反攻的第一枪。各地的救国军应该都开始行动，我们不妨再等等，看看别的地区。如果时机成熟了，我们还可以再试。
答应。要是到时候还不行，等急了，娘白白，七彩，谁？娘白白，不许动！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信不信姑奶奶今天就杀了你？我当谁呢？原来是桂英妹妹。我下了一次山，你把我的老巢都端了，不仗义。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。今儿睡你个丫头，以后就不追究了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七彩跟我情同姐妹，你侮辱她就是侮辱我。老子查成这一仗打得窝囊，受到了惊吓，现在又没有女人给老子压惊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问你老母。我老母早死了。陈殿等，你少跟我耍无赖。我今天不想给肚子里的孩子造孽。你要是再敢动他们俩一下，我就跟你拼命！滚！不走！老子们上城女人，还不能闻闻女人的味道吗？滚！阴天山看来是真待不了了，早晚得着了他的刀。都怪你，非要信那个什么狗屁玉林阁。
这次土匪暴动给查城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，对此我本人负全部责任。正是由于我的麻痹大意，对甘副县长等同志的提醒充耳不闻，被周培龙蒙蔽， 没能及早地识破土匪和各种反动势力的阴谋和企图，在客观上起到了姑息和纵容的作用。对此，我心里非常沉痛。我对不起大家，我要向查城全体居民道歉， 向死难的干部、战士群众谢罪。同志们，通过这次土匪的暴动，自查城解放以来，我们可以看到， 以谢飞同志为代表的一些党员和干部，可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高高在上，放弃了党的三大法宝，就是没有密切的联系群众，受平常的琐事声摆布，没有及时的关心群众、观众群众的呼声，所以 酿成了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局面。谢飞同志，你要负责。下面我宣布，经组织研究决定，对谢飞同志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理。由副县长甘志坚同志为代县长，暂时主持全县的日常工作。同时，我建议 重新组建武装工作队，深入到前线、各乡、各村，访贫问苦，深入的了解群众想要什么、知道什么，一定要搞深、搞透。志坚同志，这个现在情况非常复杂，谢飞同志又是党久经考验的老革命， 不妨在他停止审查期间，让他重新组织一个工作队，深入到匪情最重的地方，也就是周培龙的老巢莲花乡，把局面打开，怎么样？只要谢书记没意见，我没问题。我服从组织安排，坚决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。 下面请代县长甘志坚同志给大家说几句。今天这个场合和气氛，就不要搞鼓掌祝贺这一套了。其实作为副县长，我本人对于今天这个局面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尤其是在穆建成的问题上，我还是偏软， 有侥幸心理，没有及时坚决地提醒谢书记，更没有帮助谢书记发现一些不对的苗头和动向，我也要向大家检讨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擦干血迹，化悲痛为力量，在我县全面开展 清匪反霸工作。重点是银甸山的残匪，据我了解，这次攻打县城的土匪大都已撤往银甸山。如果说暴乱以前的银甸山只是盘踞了一股毛匪的话，那么现在的银甸山已经是查城反动势力聚集的大本营。这个大本营一天不消除，查城人民就一天不得安宁，群众就一天不信任我们。同志们，打银甸山这件事情之前已经提了很多
次了，但我们的决心总是不够大。打了几次，都是隔靴搔痒，结果让他一天天做大。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。我建议，尽快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银甸山。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，老百姓不能白白受苦，血债要用血来还。银甸山必须打下来。上了，跪多久了？你先起来。哎，你别怪我，是我对不起孟竹姐。你跟她说，只要她能不生气，用鞭子抽我都行。夫人，夫人，玉林哥在外面跪着呢，说是要向您请罪，也不知道跪了多久了。您快去看看吧。他爱跪就让他跪着好了。说是让您拿鞭子去抽他呢。我可怕把他抽坏了，赔不起。那要不，您先让他进来吧。那要不我替你去抽他，我使劲抽他。放下。那。我还得打水去呢，夫人，站住！大哥，你看，他这个女土匪倒是挺上心的呀。哼哼，还不是看中人家潘桂英背后的石牌寨、石牌兵了。眼下他能借助的力量，也就这一支了。他能不下功夫吗？请罪了，我对不起你。这位特派员先生何罪之有啊？我骗了你，带陈癫子他们上山。看来你不糊涂。好，夫人。双喜，孟竹姐，我真的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但无论怎么说，我都骗了你，是我不对。只要你不再生气，你接着打。这次暂且饶了你，再有下次，就不是皮鞭伺候。林哥，你没事吧？快起来。
哥，这个小子是个人物啊，所以要格外当心他。掌柜，哎，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当然记得，是大嫂子忌日。这个怎么能忘啊？只是怕你难过，没敢跟您提。我倒没什么，就是怕你大嫂难过啊。每年的这一天，周家的老小都得到他的坟上去看看。是啊，风风光光的拜一次，陪他在那儿待一天。可是今年，一夜之间，你我流落匪窝，侄儿呢，又下落不明。周家大院已经是鸟兽散尽了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明天冒死要去给大嫂上坟。算了，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吧。非不为也，实不能也，他应该能理解吧。夫人，消消气儿吧。人送走了？玉林哥没让我送，他自己走回去了。给他送去吧。金创刚，他就归了几个时辰而已，用不着这么金贵的药吧。再说了，您只打了三下，就不舍得再打了。你怎么这么啰嗦呀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就受累替去他。哎，你去把药膏给他涂好了再回来。哎，哎，你这就打了三鞭子，又不是三十鞭子、三百鞭子，哪至于的？哎，啊，走了，走了。谢书记，师弟啊，我没想到这样，太委屈您了。有什么委屈的？其实这样处理，我心里反倒好受些。和茶城老百姓遭受的损失相比，我个人得失算什么呀？再说了，咱们共产党人讲究的就是能上能下，到哪儿都一样为老百姓工作。我怕我不能胜任。谁生下来就能当领导啊？只要心里想着老百姓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明白。谢书记，刚才他们通知我搬到您的办公室，我没同意。干嘛不同意啊？搬，应该的，马上搬。不不不。我用我原来的办公室挺好的。我马上就要到莲花乡工作了，办公室没用了，搬吧。那我给你留着，随时回来用。哎，哪儿的话呀，组织上怎么安排咱们就怎么办，搬吧。好吧，我找几个人帮你搬。好吧。真是命大，这枪再往下打一点，可就打到心脏了。
所以敌人的枪法还真差那么点意思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又是回炮又是扎粮库的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有一口气撑着，倒也觉得没那么难。还不难呢，看这一身大大小小的伤。建成，芷儿，芷儿。有一口气撑着，倒也没觉得那么难。你们俩真是一对儿啊，说话都一个语气。对，我刚才刚跟黄护士说过同样的话。不好意思，黄护士，光激动了，忘了跟你打招呼。哪儿的话呀，小龙，你现在可是全茶城人民的大英雄了，孤身一人，又带着伤，还把援兵给叫来了。是建成貌似引开了敌人，我才有机会的。建成，你怎么受了这么多的伤啊？没关系，别担心，我们都活着，这比什么都强，对吗？你是怎么回来的？是永江的大军把我送到了咱们军分区休养，正好谢书记去开会，就把我给带回来了。谢书记去军分区了？嗯，他们已经回来了，正在开会。检查，我不同意他们把你关起来，等谢书记他们开完会，我找他理论去。没关系，我烧了粮食，就应该要受到处分啊。可谁都看得出来，你是为了消灭敌人呀。我们的主观意愿又不是为了烧粮食。一码归一码，解放军赏罚分明，对不对？好啊，一功一过，功过相抵，那就先把你放了。好了，小龙，我是心甘情愿受处罚，别担心了，好吗？放心吧，我这好着呢，你不用过多的担心我，倒是你。得好好先把自己的伤养好，我这有黄护士在，他每天都过来给我换药，恢复得挺好的，对吧，黄护士？是啊，小龙，你就放心吧。你看，黄护士都说了，放心吧，我好着呢，听我的，先回去休息，好吗？听话。好好照顾自己。我明天会再来给你换药的。真羡慕你们俩。
活着就好。 进来。哎，小龙，甘副县长，你回来了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快坐呀！我是不是走错了？甘副县长，谢书记不在。他不在，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办公室，有什么事情找我说也行。您的办公室？ 那谢书记去哪儿了？他应该在为下乡做准备。他受了处分，不再担任县委书记了。不过组织上允许他戴罪立功，让他带领一个工作队去莲花乡开展工作。毕竟那里是暴乱分子的老巢。受处分，戴罪立功，不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如果不是他麻痹大意，你父亲就不会发动暴乱。 茶城人民就不会蒙受巨大的损失。当然，你父亲是你父亲，你是你，你毕竟及时请来了援兵，粉碎了你父亲的暴乱。小龙，这次你表现得很好，坚决与你父亲划清了界限，经受住了考验。对了，你来找谢飞有什么事吗？不妨跟我说说，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。 哦，就是，算了，没事了，我就是来看看他。那我走了。那好，你刚回来，还是好好休息，回去吧。嗯。小龙同志。啊。以后呢，就把我当谢书记一样。 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。哦。报告。进来。 甘副县长，甘县长，有您的信。没关系，叫什么都一样。谁来的信？还是您那位南宁明德街的亲属送过来的。好，放这吧。是。 丧家之犬了，还敢来找我？恭喜甘县长，贺喜甘县长！这消息倒是真快。我要是不这样做，你能乖乖的来见我吗？ 福兮祸之所以，祸兮福之所伏啊！真没想到，这茶城没打下来，却成就了你铁人先生，也算是天佑党国，成就了一桩美事啊！我倒宁愿希望你们打下茶城，
我不当这个代县长。可惜啊，终究是土匪造反，难成大器。特派员先生，现在你应该也清楚查城的形势了。周培龙虽然经营多年，真跟大军打起来还是不堪一击，更别说陈癫子那几块料了。依我看，不如你早点脱身，回台湾也好，去海外也罢，总之别打算在这里建功立业了。我还是当初那观点，大陆形势已定，再怎么折腾都是螳臂挡车，再坚持下去，只怕把你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搭进去了。我当初的保票依然有效，并且以我现在的身份指挥更有效。只要你走，我保证你的人身安全，不会有人伤害你，直到你安全的离开茶城，我们也就此相忘于江湖，各自珍重。恐怕这最后一句才是甘县长的重点。你巴不得我赶紧消失，你好踏踏实实的做县长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。你我都一样，生是组织的人，死是组织的鬼，没得选择。就算我走了，上峰还是会派别人来找你。我奉劝你，踏踏实实给党国卖命。你跟共产党永远走不到一起。我要是不愿意呢？打茶城难，要你的命不难。不要逼人太深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有魄力，我成全你，你来拉弦儿，咱们同归于尽。大县城打成这个熊样了，都他妈跑到阴殿山上去了，还怎么搞？古语有云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”你就说还要我怎么办吧？除掉龙指纹，给他扣个通匪的帽子，最好公开枪毙。这样一来，周培龙就可以被我死死的攥在手心里。怎么可能？全茶城人都知道是他请来的援军，是挽救茶城的英雄。可是全茶城的人也都知道，这次暴乱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爹，所以大家都在赞扬他是真英雄。真英雄？那穆剑臣也是真英雄，不一样被你给关起来了。那是谢飞为了洗白自己，怕上面追究他麻痹大意、姑息养奸的责任，怕穆剑臣胡说，盲目爹再把他抓起来当个替罪羊。所以说啊，这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更何况你现在是正牌县长。